冰岛，一个充满天然奇观的迷人岛屿。这里有间歇泉，有活 火山和大冰川，风景优美而独特，令世人叹为观止。然而这些独特的自然景观正遭受着威胁。冰岛是极具吸引力的工业开发区，由于地热能源和水力资源丰富，为冰岛提供了大量廉价的电力。许多海外理财建造商都被吸引到冰岛来建厂，并且数量在不断的增加。在政府的眼里，这是冰岛的一个重要经济因素。然而这些工厂却在不断地吞噬着冰岛美丽的山水。政府为恢复和发展经济，加大了对能源的开发和对工业的支持。然而越来越多的当地居民认为政府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，并纷纷表示抗议。环保活动家奥马尔就是其中的一个，他的名字和面孔在冰岛可谓是家喻户晓。2006年，奥马尔放弃了电视记者职业，全力投入到环境改革运动中。他建议政府转变经济发展的理念，不要因为发展工业而牺牲自然环境。奥马尔探访全国各地，记录下各种破坏环境的罪行。I have been in all those places for 40 years. The eruptions and the big incidents, big news. Also the greatest disasters of this nation. So I think I have learned more perhaps about this nation and the country than most of the people.飞行是奥马尔的爱好，他从首都雷克雅维克附近的一座小机场起飞，可以从空中清楚地看到工厂的环境。接下来请观赏古井贡酒特约之锵锵三人行。